这个跟 Gascon 一模一样啦，哦，当然 stroke 看止痛剂嘛，你一次吃两颗，痛的时候就吃，那痛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吃饭，还有什么饭前后，胃不舒服就不要吃饭嘛，尽量就要空腹，好不好？好啊，那做 stroke 看止痛的 Gascon 也吃两颗止胀的啊，T400 是止酸的，它是胃酸不出来啊，出来之后还少一个制酸剂啦，好像 gel 那种制酸剂，如果吃了还痛就要照胃镜。